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萝卜报告》赵魔镜，我是周赵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位于北京海淀的节节机车，提我最新买的一辆车啊，是什么呢？就是这辆 310T 单摇臂版啊，加 TFT 仪表，28800的价格，我觉得非常合适啊。首先，这个车大家也都比较熟悉了，我就不再细说它的细节了，但我就主要讲一下我的这一款，就是目前我现在买的这款跟之前的版本有什么不同。首先，从外观上来讲，最大不同就是单摇臂，完全裸露的这个后轮啊，看上去无论是从外观啊，还是从整个的这个效果来看，我觉得都非常好。最重要的是这个后摇臂啊，这个单摇臂骑行起来的体验，我正好是前日子在这个大野摩托，也就是声势的生产厂啊，进行了一个同时的对比。我就是刚骑完双摇臂的车，再骑单摇臂，能明显感觉到单摇臂的车呢，对这个操控上来讲更加的轻盈。所以我也很期待这个车上完牌照以后去上路进行一个体验啊。除此以外呢，我的这款 310T 跟之前的老的版本不同，还有在仪表上，这块 TFT 的仪表显示非常清晰，而且功能也更加丰富。我最喜欢的是它有不同的这个仪表显示风格，有休闲、竞速、街道以及简约。那么我个人啊比较偏爱是简约的这种风格，而且呢，我在它这个仪表里面还可以看到它有蓝牙连接的功能。换句话说呢，也就是这款车很有可能在未来有更多的拓展功能。我觉得这个给我感觉都非常好啊，而且在仪表下方我们看到了就是传统的这个小置物盒，也都非常的贴心。跟 310X， 因为我之前大家也都知道我骑的是一个 310X 那款车，有点不太一样，它的这个油箱的这个小空间啊比较小，所以但是平时放一些票据啊什么的也都还不错。包括油箱盖啊，包括前面那个小置物盒，可以便于我们在日常使用的时候放一些小的物件。除此以外呢，这一款 310T 跟之前老款 310T 还有一点不同，就是我选购的呢是一个高座版本，是830的座高。那我上去给大家演示一下啊，我身高是1.78米，现在呢双脚前脚掌着地 ，OK， 完全没问题。抬起一条腿，哎，单腿支力的时候也都很稳定啊。整个车辆的骑行三角，包括重心配比，感觉都非常好。具体的我们到上路的时候也会进行具体的一个体验啊。骑上去以后这种骑行三角，我觉得还非常好，配合前面一个风挡，而且是电动可调的啊，还是非常期待在路上的体验的。我们在提新车的时候啊，一定要注意几个事情，一个呢是手续啊，包括合格证啊、环保证书啊，然后这些手续一定要拿齐，因为呢后期要上牌都要用到这些手续。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些随车附赠的这些赠品，比如说我这款 310T 呢，它会随车附赠比如说机油啊，还有这种充电器啊。说到充电器呢，要重点说一下，其他的一些摩托车啊很少有送充电器的。310T 这款车呢，它配备了一个锂电，所以它也用那种专用的充电器，不用把电瓶卸下来就可以充电，在它的这个座下头有一个小接口，直接就可以进行充电了啊。我觉得这个非常方便。随车附赠的呢还有很多，像这个这应该是芯片钥匙的一个电池啊，这个就挺贴心。大家看我手里头拿到这个东西啊，我们找了半天不知道干嘛用的，那其实它是贴在这个护手边上的一个可以说是防摔胶啊。这个能有什么作用啊？就是在倒车以后，车倒了以后可以降低很大的这个维修成本，只需换这个防摔胶就可以了，这东西应该很便宜。而且我觉得 310T 还有一个很值得夸扬的地方，就是它的这个护杠啊，是原厂啊， 310T 原厂赠送了我们这个护杠，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实在的。具体这款车呢，我们等上完牌照以后还会给它骑到路上进行更深度的体验。好，那给大家听一下这个车的声浪啊，来，这个新车第一次着车啊。好，
好，那这就是今天我对这一部28800的单摇臂版啊，声势 310T 的一个解析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是周兆，拜拜。哥哥，冷不冷？冷，大鼻涕都下来了。哎，情人节跟摩托车过节来了。